话 ,533, 瑜伽不是灵药，它不会阻止你自然衰老，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，必须发生，但有瑜伽可以减缓这一过程。以 Simhasana 狮子姿势改善面部血液循环，帮助从内部滋养它，它可以使你的脸发光，也可以抚平皱纹。该姿势通过刺激眼睛的神经来改善您的视力，它可以根除疾病，让您保持健康和活跃。清晨空腹和清洁肠道练习提示，保持姿势30秒。做法，莲花坐姿，身体前倾，双手手掌贴地，放于双膝之间，食指指向身体，完全伸直双臂，背部后弯，最大限度的伸展颈部前侧，用伸直的双臂支撑身体，头向后仰，吸气结束时张开嘴，舌头朝下巴方向尽力伸展，一边缓慢呼气，一边从咽喉发出清晰平稳的啊声，嘴巴始终张大，不要勉强或竭力发声，呼气结束时闭上嘴吸气。二 Masnasana 瑜姿，它会帮助你站直，它刺激你的腹部器官，帮助消化和排便，这种姿势缓解了紧张和烦躁，让你保持新鲜和活跃。早晨空腹练习并保持30-60秒。做法，选择舒适盘坐姿势，亦可坐半莲花，莲花上身下后仰，用前臂和肘部感地，双臂支撑住身体，深吸气，一边呼气，反弓起整个脊柱，使头部百会穴着地，吸气，双手在胸前合十，拇指相扣，双臂向头部伸展，使双手尽量接触到头顶上方的地面。三 Dhanurasana 功姿可以改善您的食欲和消化能力，这是身体健康的标志，它可以增强胰腺的功能，保持荷尔蒙平衡，这个姿势可以背诵，对于所有电脑工作者来说都是一种福音。做法，俯卧于垫面上，屈双膝，双手臂内旋向后，双手从脚背的外侧抓住脚背脚踝，用小腿向后向上的力量带动整个身体，胸腔向后向上，成功的形状，保持15-30秒。四二的 Pintramarasana 海豚姿势可以增强你的手臂和腿部，强壮的四肢是一个年轻的身体的标志，这个体式帮助你到达那里，它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和早期绝经的症状，并保持您的生殖器官活跃。早晨空腹练习并保持30-60秒。做法，首先采用四足跪姿，双手在肩膀正下方，食指撑开平贴于地板，保持直背，维持自然身体中心线，吸气，尾骨往上抬高，腹部肋骨内收，膝盖离地，脚跟踩在地板上贴地，拉长整个脊椎，吐气，但身体不要过下压，停留呼吸3-5次。Uttanasana 数字完全是关于腿部的平衡和稳定性，它会让你保持沉着，远离脆弱，它建立了自信和自尊，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的事物，这种姿势可以提高你的注意力，让你不那么容易忘记，练习的最佳时间是在早晨，保持1分钟。做法，山式站立，屈右膝，右膝向右侧打开，用右手将右脚掌放在左大腿内侧上端大腿根部，尽量靠近会阴处，脚尖指向正下方，双手经脊侧向上举过头顶，双手合十，双肩放松，眼睛平视前方，呼气，右脚落地，放下手臂，换另一侧练习。初学者前期尽量保持两侧腰同高，上半身依然山式，髋部中立位。六 Virabhadrasana II 战士 II 姿势，打开你的胸部和肺部，为更好的呼吸铺平道路，它建立耐力，让你继续前进，姿势激活疲惫的四肢，让你积极活动，它伸展你的肩膀，保持紧绷和下垂。早上练习空腹清洁肠道，保持30秒。做法，深吸气，双脚跳开，脚外侧与垫面平行，脚尖指向正前方，双手侧平举，转右脚90度，左脚为内扣，右脚脚跟与左脚在一条直线上，膝盖骨上提，大腿外旋，
右脚二三脚趾与膝盖一条直线，保持骨盆中正，尾骨下沉，胸腔打开，呼气，蹬后放腿，去前腿膝盖，膝盖与脚垫同向，小腿与地面垂直，转头看去细腿方向，手指间的延长线。七 heart cat assignment， 换以式姿势，刺激心脏和腹部器官，让您远离心脏病和消化问题。它可以强化你的背部，有助于保持你的姿态聪明和勃起。这种姿势让你有决心并有动力完成工作。早上或晚上空腹练习，保持姿势30至60秒。做法：山式站立，吸气，向上伸直双臂，掌心相对，呼气，屈膝，下蹲至两大腿平行于地面，保持后背挺直，胸部尽量平展，双脚稳立于地面，保持该姿势，进行3到5组呼吸，吸气，直立双膝呈站立式，呼气，放下双臂，恢复山式。你还在等什么？快来练习以上的抗衰老瑜伽体式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